台湾这种癌发生率世界第一，无痛血尿要当心。台湾的泌尿上皮癌是全世界好发率第一名，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无痛性血尿。40几岁的北北是一个盲人，看不到自己小便的颜色。过了好一段时间，其实才被家人发现说，为什么他解出来的那个尿液全部都是鲜红色。做膀胱内视镜的肿瘤刮除手术，这是第二期泌尿上皮癌，必须要把膀胱整个做摘除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